神仙王要来啦。嗯，然后今天跟你们讲什么？看那个首先拿什么？两个空的管，对不对 ？OK， 一个管呢是准备种这个六斗，我准备种洋菜。这个呢就是一种木偶啊，你看很硬的。如果我们普通来浸呢，很简单，很难用很久的时间去发起来。比较我们想等来吃的时候，哇，浸了整天都浸不到来吃，没关系，我有方法。大概如果我弄这个方法，浸下去大概两个钟，或者三个钟，不可以超过四五个钟了。如果你发觉太个久也不行的，所以最后呢，你们呢做的时候呢准备一个钟啊。那个钟里面呢有个闹钟的，咁啊，如果你浸某样东西，咁啊适合个闹钟啊。我譬如说一个钟两个钟嘅，咁啊适合个闹钟，咁啊放在旁边啊，放在旁边。咁啊，我现在呢就出去浸呢啲东西啦。OK， 怎么浸呢？啊，咁我要清洗先，清洗干净先。OK， 没关系，清洗一下可以了。为什么？因为你清洗一下呢，等一下浸出的水我不可以要的，肮脏的。啊，然后咁啊，将呢种倒下去，倒下去，很方便的，连我自己傻的也惊。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觉得，哇，为什么这么快的？以前浸老半天，浸一天都浸不完，现在三个钟、四个钟的，就哇，好美啊！那那个溜刀，我准备等一下种芽菜，种芽菜来吃。OK， 那溜刀。咁首先呢，嗱，呢个罐有了木耳啦，然后我放点水先，洗干净啦，落洗干净就好了。等一下我们浸嗰啲水不要倒掉。咁浸的时候呢，很简单嘅，你最重要呢，你浸的时候大概，我猜它应该两个钟，至三个钟，或者四个钟也可以，只不过你摊有的时候多或少也不一样，所以你自己控制一下。如果说你搞了两个钟的发觉它不够我就弄多一个钟，可以。如果它的时间觉得不够的，我弄多一个钟也可以，那么就搞多一个钟来用。然后呢然后我将我盖好来，那么放低沙最好了，因为低沙比较阴凉。 OK，然后呢我就准备个溜豆了，浸溜豆用那个方法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要快大概我猜一个时间，以前浸差不多浸一天的，就12个小时，我可以减到4个小时搞定。真的很快，真的很快，因为我自己试过了，也很觉得那个方法很不错。你看神仙王好多方法的，连那些方法都帮自己，就是你看我教你这么多东西，就是想方便我自己咯。OK， 然后呢，沾这个沾点水 ，OK， 沾点水了之后，放满点水，因为我关了了，大概只得个钟。我认为我没有出去家里，我所以知道多少个时间给我自己大概这么多水就好了。因为尤其是我们种豆芽，好说他们发明教人家怎么种豆芽来说了，我觉得他们用的时间发个粒豆芽比较久。为什么？他没有放个盖，没有放个盖呢，他浸很久或者浸一天。但是我用的那个方法盖了一个盖，如果你当然不可以浸整天啦，浸到大概三个钟四个钟也觉得不错的，应该可以了。那豆呢可以发开来，我就可以种芽菜来吃的了。那我放一边先，如果你发觉不一样的，没关系，你可以放个钟在旁边那就容易你知道你自己怎么时间想起来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很简单我放在这边了，准备我等了三个钟提我那个东西浸好了。 OK， 来我设好个时间OK， 等一下它如果就三个钟或者四个钟，我现在设了
三个中心，我看长得怎么样子，因为我有的时候也是很没有自信的，以前长多少我也是看我自己跟纯熟的方法啊，随随便便，因为我惯了，所以我真是告诉你们，就是用那种方法。OK， 还有一个样东西，你们一定用得着的。什么东西啊？就是我们每一家人的菜，因为你看那个盆，你看我家人吃很多菜，所以我没办法。那你看打开，那种就是菜了。你看。就是我用那个方法浸的菜，很新鲜的，好像刚刚拿出来的。为什么？就是以后我的菜，尤其是冰厨拿出来的菜，它呢就很像没有生动，好像走了没有生机觉得你都看都不想吃的，可能想掉了。但是经过我的手上不用掉，就是用那个很简单方法。冰厨拿出来就这样，给它冷却一点点，然后呢拿盆水这样浸出来，大概如果看个菜的程度，如果我那些菜比较新鲜的一个钟半个钟也可以，但是你不新鲜的菜呢，如果你想发起来呢，大概都要两个钟，一个钟两个钟以上的，所以你不可以浸这么久，你自己control 了。如果因为每一种菜也不一样的发起来的方法的，因为那些菜呢本来都很不新鲜，那个给我刚刚本来我没有时间记得告诉你们，其实我买回来的时候那些菜还不美的，便宜买回来的，本来它做起来的了，但是我跟我浸一下，哇，好像刚刚整的水浸好像这样那个甜度刚刚收割出来的，你看那么新鲜啊，你看看每一个菜都站起来啊，你看个三千千多你就知道了，我没有骗你了，真的用那个方法怎么很简单，放满的水，那些水你菜没怎么冷啊，你给它冷却了咗之后呢，那么买回来的也可以了，那阵如果你的冰厨拿下来给它稍微降温一点点，那么放满一盆水倒着你菜过去，那么然后呢这样解大概我如果个菜你看它的皱起来那种程度，如果各种菜呢比较不够新鲜的，你浸的时间就放久一点，或者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一种菜很不新鲜的，还有方法的，你不要浸玻璃槽，那么将你水道撕开，每一个撕开，那它吸收的水分呢比较快的，很新鲜的就是靠这个方法你菜就很快拱起来，好美的，你菜真的令我自己都吓得一惊还有这样，哇，真的，如果你觉得你菜真的很不美想丢的，你试一个方法，我包你今晚有菜吃，不用去买了 ，OK？ 还有，你菜呢？我现在觉得菜发起来了，我不用戒了，等一下戒就烂掉，我现在没有时间弄，等一下菜来弄还有告诉你样东西。尤其是我们的水果我们的水果你有没有看到我家里很多水果如果的水果呢如果好像那层我呢如果它的水分好像不够美啦好像哎呦好像皱起来但是你看到想不想吃没关系你浸上那水下去然后呢给它有半个钟还有另一个层的不好的味道去掉它整粒肠浸出来哇好新鲜好美所以我也用这个方法来浸我的水果尤其是我们最外面买来的水果如果我们放很多天家里也好有的时候没有放冰厨嘛冰厨没有地方放那么买回来觉得个水果不够新鲜你就拿盆水浸半个钟哇好美的就立刻可以吃的了所以我今天的解释呢就是用那个方法其实我以前浪费很多东西我不懂得用这个方法又快又新鲜不用浪费我们的东西的所以你说够不够省钱啊省钱啊所以我对你说如果你听了我这样说如果有不明白的东西没关系你 WhatsApp 给我OK 拜拜